里勇哥，祝你早生贵子，爱你哟。祝你勇哥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。祝你勇哥，祝你们早生贵子，爱你哟。嗨 ，Judy 跟阿勇，三年抱两哦，新年快乐！哦，不是新年快乐，重来，重来。祝你们幸福快乐，希望下一个就到我了，谢谢。我收回刚刚的话，下一个不能到我，要先到他，因为他比较老。Judy 阿勇，新婚快乐。Merry Christmas。对 ，Merry Christmas。Judy 新婚快乐，希望你跟阿勇赶快早生贵子，祝福你。嗨，哎，姐姐，要幸福哦，要叫阿勇照顾你哦。恭喜姐姐还有阿勇哦，要幸福哦。姐夫要好好照顾我姐姐哦。祝福你们永浴爱河，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，新婚自喜哦。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好，一定要幸福快乐哦。白头偕老，幸福到永远。就是认识你，多久啦？我是景宇的高中的同学，认识他就十几年了吧。很开心可以认识他，然后也可以参加他的婚礼。祝福他就是可以这样一直幸福美满下去。他平常讲话不是这样子，难得感谢你讲话，对啊，对啊，给我太紧张，因为他今天要找到他的另外一半。对，好，来抱一下新娘好不好？手臂好细哦。嗨 ，Hello， 我不知道开场要说什么。好，亲爱的老公，亲爱的老公，亲爱的老婆。没有，我第一次，遇到他的时候，是他鼻子这边长了一颗超大的痘痘，所以引起我的注意了。之后，我们去约会的时候，第一次去香港。对，我们第一次去香港的。超紧张的。海洋公园。海洋公园。对，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去香港。对，因为他，我才第一次去香港。是。对啊。他觉得对方有什么？他很好啊。吸引你。乖啊，体贴啊，对啊，温柔啊，对你很好，对我很好啊，对啊。但是他脾气比我还要好，比你还要好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很配啊，就是没有不太常吵架。因为我们说好了，如果吵架的话，就15分钟就会好。然后我们说的太 detail 了，是吗？OK OK， 没关系，对啊，我们相爱就可以了，对啊，就可以尽量让老婆啦，哈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让我，老婆都是对，以后都要一直让我，尽量让啊，啊，一起啊，一起互相尊重啊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了，主要是他脾气很好又很孝顺，嗯，对啊，而且又很幽默，那希望你们之后，希望之后会越来越好。当然了，对啊，对，是啊，你之后想生几个小孩？两个，对啊，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，对，一起加油咯。你有听过那么尴尬的字誓词吗？对，就聊聊天也没关系啊。对啊，对，那有没有什么话要给老公讲？给老公讲，谢谢你那么照顾我，那么包容我。一定要的，不能现在这样。哭哎，没有，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啊，是也是他带我过来的，就是他很多第一次都给我，很多第一次都给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要想歪的那种。没有，因为第一次他过来，已经妈妈有交代我，我妈有叫他要好好照顾，要好好照顾他，他因为他是家里的宝贝女儿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他男人来的，做得很好，说好了就要做。要照顾好他一辈子哈。对啊，一定要的，这是必须的。好，对。那我们新娘子要不要对老婆，老公讲三个字？我爱你啊。你干嘛抢我话？好，金玉哦，新人哦，那个阿姨在这边祝福你，新婚快乐哦，万事如意。我不会讲，
啊，生几个哦，随他们自己那个啦，反正就是有那个怎么讲？要幸福美满对，要幸福美满，对啊。金玉恭喜哦，要幸福哦。啊，还有来了，给你看一下，好了。祝新人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祝你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哦，爱你哦。这不是跟刚才一样？Judy 虽然认识你才三年，不过你跟阿勇哥的爱情，然后这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哎，不重要。祝你们爱情可以永久保持下去，持续一百年耶！ Yeah, 谢谢耶！耶 ，Judy， 祝你跟阿勇哥百年好合，新婚愉快，新婚愉快，早生贵子啊！谢谢。Judy 跟阿勇哥啊，祝福你们啊，早生贵子啊，美满幸福，早点开始散业，赶快恩爱，赶快上个小朱迪出来，还有小阿勇，棒棒的爱你哦，阿勇，棒棒的爱你哦，阿姨祝福你们要早生贵子哦，快点生小孩哦。Hello， 你第一次回台湾有什么感想？好的，今天好亮，好了，今天很开心，两个好朋友过来参加我的婚礼，谢谢他们从澳门那么远的地方过来，对，谢谢，恭喜你了啊，祝年生贵子啊，白头到老，幸福快乐啊，知不知啊？我祝你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我要讲都不要讲了，所以讲别的好了，好，恭喜。其实恭喜就可以了，简单一句，对啊，对，我心里面领到，谢谢你们 ，OK 了，谢谢两个好朋友，谢谢 ，OK， 姐姐姐夫恭喜你们哦，新婚快乐 ，Judy 祝福你哦，要幸福，赶快生个宝宝，加油！好，今天很高兴参加金玉跟阿勇的婚礼，那我们希望他们两个人永远永远的幸福，天天欢喜平安，健康快乐 ，OK， 谢谢。啊，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结婚的典礼哈。那我祝福两位呢，百年好合啊，永远健康快乐，谢谢。Judy， 我是叔叔，那个恭喜了，祝你跟俊勇早生贵子，一生幸福，谢谢。恭喜了两位，好，爸爸今天很开心，好，也祝福你们两个。快快乐乐过生活啊！然后要珍惜这一段，谢谢。那两个人夫妻要怎么经营？两个相敬如宾啊，哎，一个巴掌拍不响啊，这个只要双方一个人忍一下，应该都 OK 的。好，谢谢。金玉一定要幸福哦。对新人呢，啊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家庭美满。儿孙满堂啊！阿勇，很高兴你今天跟 Judy 结婚哦。那个 Judy 交给你，你要好好照顾他哦，不可以欺负他哦。谢谢你哦。两个人吵架怎么办？两个人如果吵架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让 Judy 啊，因为她是媒娇娘。好。哎，今天好开心，恭喜他们一对新人，祝福他们，祝福一对新人百年到老，万劫同心。好啊，真好。好嘞，两位妻子，夫妻白头到老，万劫同心，年生贵子。多谢大家赏面，多谢，身体健康。祝你